我发过誓不跟你吵架，你好好治你自己的病不行吗？我长大了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。妈妈等不了了，我还要多长时间？还有4到6个月时间。做手术你不要告诉我妈，你回来北京的闷皮钱和我说啊。从小到大，他什么事情都要管什么的安排。 情况还怎么手术啊？太晚了，你这头发脸老，我挡着眼睛，我精神。哎呀，你干嘛偷看我手机啊？你能不能别管我了？我不管你谁管你，我是你妈。妈都来了，你不陪妈妈吗？我出差，整天让你烦。但是她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，我怎么办呀？啊！ 手术其实切除掉一部分，也解决根部，手术必须做人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，佩臣，该停止治疗了。爸，我妈是不是要死？站起来，起来，上车。干得了干啊，干不了滚蛋。姑娘。 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它，无所谓的。不要把生命献给无知、平庸和低俗。你年轻轻的，你活得积极一点，行不行啊？妈妈喜欢你，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好呀，妈，我才发现你有多么了不起。